我呢，好歹也算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画家，好不容易呢遇到了我的灵感缪斯。你就稍微牺牲那么一丢丢就好了，当我的人体模特。没做过。要脱衣服，全身还是算了。你再考虑一下嘛。嘿，你手在干嘛？我在搞学术研究。别闹！你错就错在不肯为艺术献身。你不怕吗？我怕什么？难道你怕吗？这个问题你猜猜啊。走吧。我在想是不是你要我艺术献身啊。这才会好像哪里像我？还是跟他。那他既然这么喜欢你，不如你把他买下来，带回家养起来。萧寒，你可真是个好人。我才不是什么好人，因为我也动了坏心思。你为了占我的便宜，使出的花招会不会太多？这叫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为什么要骗我？你就没有隐瞒吗？你的过去，你的故事。李渊是我姐的继父，我想萧寒应该没有心思陪你。你还爱他吗？没有什么爱不爱的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活。很开心，我感觉我又年轻了。我是真的爱他。你的爱比命还重要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过我吗？什么都是假的。那年夏天，我爱过一个男人，谁也不知道。